台湾新增本土感染401例，校正回归266例，新增死亡13人。拜登要求美国情报部门90天内交出病毒起源报告。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与刘鹤通话前透露，美中贸易关系面临极大挑战。为阻止中共武力犯台，日欧峰会联合文件将提到台湾。更详细的新闻内容，请锁定新唐人亚太晚间8点新闻。